哎，这么晚了，干啥呢嘛？啊，肯定是后事嘛。啥事快说，我还忙婚礼的事呢。你跟秋玲结婚这事，我本来想着弄不成，没想到你连证都领了。你太牛了！我是你伙计呢嘛，你这终生大事，我得表示一下嘛，给你准备了一份薄礼。薄礼呀？嗯。差不多啊。走，走，去哪儿嘛？走先。哦，在你屋呢。好不容易才把我弄出来的。弄出来的？谁啊？这。这，谁的？你的吗？我的。啊。你把我绳子一解，弄回去啊！啊，赶紧。你给我啊？肯定嘛。行不行？不行不行，这力太大了。哎，你给小点儿嘛，别操心了，眼里了，不让操心，我就不让他送了。新婚快乐啊！你赶紧把我弄回去啊！不是你这力太重了。二两柱子。我把铁崴了啊！没麻的，你放心。看，正不正？正你恨吧！靠着你了。行，走，写这个。几点？十点半了。哦。这咋来这少人呢？啊？来路上还有司机，我着急。师姐，哎，快来快来，来了，慢点慢点，啊，是不是来早了？站不过人吗？来早了，你来晚了，看会儿。我还以为来早了呢。咱赵家人都在来路上了。哦，好吧。主任，来，廖家人吗？我都通知了嘛。哎呀，花生、花子，快点啊！走，你来了，走，给你道谢了，气的你呀！你赶紧坐嘛，哎呀，走走走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哦，谢谢啊。哎呦呦，新妹来了，新妹来了，哥，哎，新婚快乐，来了啊！哥，你今儿精神很，是不？嗯。那嫂子呢？接过来了，在屋里，去看一看吧。我不看了。哦。那。我打你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喊去。好吧。哦。啊。丹，我是西妹。丹，我是西妹，我回来看你了。张大玉，哎，主任，你咋回事嘛？咱六家连呢，我挨家挨户通知的嘛。那你咋没来呢？哎呀，主任，得是伢不卖我账，不想来嘛。这话，你就不信了？我亲自叫他们去。主任，不敢生气啊，好好说。干啥去？叫人嘛。啊。啥？我是小乔，你要不把门先开开先？你要喝你哥的喜酒，你就去喝，不要来叫我。今儿是哥你大喜日子，你不出来，这棋咋开嘛？打你再包浆了，行不行？天底下哪有儿子结婚打不出席的道理嘛？你就不要再劝了，你今天再劝，我也不会出这个门。打，要不你来转一圈，你打个招呼也行。你说呢？打。打，俺哥好歹也是村支书呢。你今儿不出来，我哥以后在村里，你咋做人呀嘛？打！
就算一个人都不来，那也是一媳妇儿。好嘛！哇，这精神的很嘛！哎呀，跟你坐啊！恭喜恭喜！谢谢啊！谢谢啊！谢谢！哦，谢谢谢谢。镇子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谢谢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跟你坐啊！小梁，恭喜恭喜！哦，跟你坐啊！小梁，恭喜恭喜！来来来，坐，来来来，去把那儿去。你走个巧，你来来来来，站。票价的来的差不多了。哦。哦。马四。 放哪来？行了，去吧，赶紧。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慢点啊！哥哥，又来人了，又来人了，小心来了呀！来来来，哥哥，坐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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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 就这几个人，我都挨家挨户拍了，拧拉都拉不来。楚河，咱六家人也来了，时间也差不多，开席吧。再等一下。啊？还等啥人？肚子都饿了。我之前就说了，今天不光是我和秋玲的婚事，也是姓赵的和姓刘的喜事，这人马到齐，咋开席呢嘛？老妹，我和秋玲结婚。 又是送纸娘嘛，啥？今天是啥？我都不信了。我今天一定要让全村的人喝上我的羊汤。元子，二娘，三娘哩！支书，六大队来了，六大队来了。大，来了，快进来。来来，楚河，你可以了。差不多都来了。哎，楚河，嗯，你拿你。 大，你先坐吧。好好好，我坐那儿。你坐这儿吧。好。哎，大伯来了。哎，大伯坐。好，坐坐坐坐坐啊。好。哎，你老丈人都来了，开席吧。不能开，不能开，三更子还没出来呢，咋开嘛？咱们该用的办法都用完了。 大孩子不出来，上班嘛。你不是说你有办法呀？上班吧。这人都来的差不多了。哎呀，贝贝，博文，你们来了呀？必须来嘛！哦。 国文，你们来了，必须来嘛！哦，我是给我介绍了你们的婚礼，啊，不容易，冲破了阻力走到今天，所以说无论如何，我和国文都要参加你们的婚礼。正等你们来呢。哎，这是秋玲啊，贝贝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他我看着长大的，啊，念书参军，夫人回家，有志气。嗯，他我不太熟悉，不过呢，他看上的人是这个。 祝贺你们！哦，啊，祝你们白头偕老，啊，早生贵子。谢谢谢谢。你大呢？我怎么没见他呢？我大还在屋里，咋都不出来嘛？哦，走到你来呢。嗯。
哎，山刚，我来你们家喝喜酒呢。哎啊、一个一个的任务完成了。好着呢，好着。哎，谁啊？郭正行。哎，哎呀，郭大哥，快快快快快！哎，叔和，这次是你说的办法啊。哦。叔和，你放心，交给我打，一定没问题。嗯。再给你们多拍几张照片，好吗？你这东西洋气的很嘛！哎，哎呀！我父母的爱情炙热而深沉，他们更执拗地要以他们的婚姻来化解两村人百年的矛盾。在他俩的坚持下，终于打破了两个姓氏永不通婚的坚壁。一年后，我出生了，父母给我取名赵雅琪。有我串串猪肉婶婶，我娃是个孵蛋的，孵蛋蛋的那个开花哟，红艳艳。达，哎呦呦呦呦，啊，差点把娃给扔出去了。哦，达，快睡。达，你还搬过来吧？那白天看娃，晚上还要回去，辛苦的很嘛。就是啊，达，水河说了好几回了，你就过来住嘛。达也看了，你俩呀，都是心疼达的娃。那你俩要都是商量好的话，那过两天我抽空就搬过来住，行吧？好着呢，这都对了嘛。嗯，雅琪，我也搬过来以后可以天天陪着你发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乖的很。雅琪，来，刷这个。哎呀，可惜娃的爷啊走得太早了，没有看到娃一下长这么大了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是啥事呢，乡长给我打电话让我专门跑一趟。哎呦，多大个事嘛，还把你给愁的。这退耕还林啊，不就是咱村我坡度在25度以上的耕地退了，种上树，不就完了吗？还用你说？我都研究半天了。你看，咱费了这么大的劲开的荒地种了粮，说退就退了，那想不通啊！有啥想不通的嘛？当年国家让咱开荒，咱就开荒；现在让咱种树，咱就种树。咱跟着国家政策走，不就完了吗？你说的简单，跟着政策走。到时没粮了，我看你咋办？啊，粮征时候交不上去，我看你咋弄？所以人家国家又是补钱呀，又是补粮，你钱钱钱，你就认你钱。掏啥你？国文，你们？哎，国文，你咋来了？哎，国文，啊，你坐。嘿，你咋跑来了？正好你来，正好我跟你说啊，退耕还林，这政策不合理吗？这咋不合理了？我刚给他说了老半天了，他就说不通嘛。哎，是这，这些年由于西部地区这个贫困的问题，大家盲目的毁林开垦，进行陡坡耕种，
那造成了水土流失，造成了泥石流等自然灾害，那严重的破坏了国家的生态环境啊。国文，你说的道理我都知道，咱半山村就是让泥石流冲没了嘛，对不？我也知道种树的重要性，但问题是，咱开的荒地之前就没有树嘛。宝吉，哎，你先坐啊，坐，你俩都坐。好好，我不坐了，你说。咱们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，决定将容易造成水土流失的耕地和沙化的耕地啊，有计划分步骤的停止耕种。就像你刚才讲的，原来没有种树的荒地，现在可以把树种上了，啊，这样也可以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，啊。宝儿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地耕地被收走了，我心疼得很呐。哎呀，叔和，我知道你对土地有感情，但是你要是和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局融合在一起，那就更好了。你看宝儿说的多好啊，咱的目光要看远一点嘛。你这个子比我高的人，比我这个子低的看得还近。你的目光比我看远一点，哥们儿，你接着给他上课。上啥课嘛？我今天来还要告诉你们两个人一个好消息。啥好消息？哎呀，为了加快脱贫的步伐，陕南县政府啊和银行做了协调，现在要给六家坪30000块钱的贴息贷款，鼓励农民种地。这还真是个好消息。到时候我农民用贷款种地、买农具、买化肥啥的，啊，好着呢，好着呢。果儿，这30000块钱贷款啥时候能到位呢？那手续一齐，马上就到位了。回头你们商量一个方案，给我报上来。哎呀，哎，淑华，那这退耕还林这事，你当着光荣面，你说一句，定了啊？是，要个看。说话去，啊？啊，定了，定了，定了。太好了，你看，哥们儿，亏了你来了，要不然这个死脑筋他都转不过来。哎，给你们带来这么好的消息，你们咋表现一下呀？我现在还没吃饭。那到俺屋吃饭吧，俺屋包饺子。那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哎呀，你咋突然来了，哥呀？哎呀，检测水坝的事。